你女子，买，有病！你不再拿我吃饭了？回来。在接种之前，我们要给大鹏进行一次消毒，只要在地面均匀地撒上生石灰就可以了，一定要拖撒均匀。接种之后呢，15天之内要把温度控制在20到22度之间。接种15天之后，咱们得把温度升到25度以上，让菌丝快速生长。可是当菌丝快长满的时候，咱们还得把温度降回到18到22度之间。我之前在城里头开了个小油田铺，一直让我开农家乐。我还整理有点搞不懂这。叔，你不用把这事儿想得太复杂，这开农家乐和开饭馆那些都差不多。那城里人愿意到咱农村来吃饭不？他们不会嫌弃咱农村吧？其实咱们在这开农家乐是有自己的优势的。咱的地理位置还有乡间特色都会是很好的卖点。哎呀，你刚说这话确实有道理啊。但是我前几年在城里弄个油条铺破产了。我跟蓉蓉现在也没多少资金。哦，叔，钱的事儿你们不要操心，国家是有政策的，像你们这个情况是符合国家扶贫贷款标准的，咱只要是想干，我们就去银行给你们申请贷款去。这几天把咱六甲坪泥河边上滩地全都走了一遍，你跑我不干啥去了吗？这都是啥嘛？你这还弄的这大狗棍了啥的啊？水坝弄成了，这水也有了。咱河滩地不能看着嘛，要利用上。你弄这干啥去？你是要开荒呢？那谁跟你亲戚嘛？咱村子里的年轻娃们。都喊着呢，他们肯定能去嘛。现在这年轻娃，人家能跟你去吗？你我活多累人的。不累。就这块烂石头，那石头一搬第一翻，这寺就弄成了。哎，你去不？我是不去了，人家分房给我安排的工作，我得配合人家忙。好。我给你看一看，看一看我这几天成果。你看，这都是我走过的啊。我准备呢，把这块地先开出来。这一片你全走了啊？我算了一下，大概呀有100多亩。哎呦，那不少呢吗？咋样，美着你吗？美美美。哎呀，你这身上这味道也美着，你赶紧回去先洗个澡去，一身的汗气味儿。好吧。我还有事，我先寻风娃去了。忙你。哎，你还嫌弃我呢啊？你赶紧洗澡，我味道真的美得很。好。美着。教授，你看我们的木耳长得咋样吗？看起来不错。你看像这些，再过一两天就可以菌带开口了。就是嘛。我们都是按照你说的严格要求的，就是菌种刚种下的时候，我们是按照20到22度，然后菌丝开始发芽，然后到中期的时候，我们就温度就升高了，升到25度，它就长得快。现在呢，就是温度又降下来到18度。我们都是严格的按照你说的一步一步来的。对了，你这个温度测量是以哪层为准的？一
这一层还有最下层位置，对，对着你。嗯，只要保持低温，菌丝充分分解吸收营养，肯定长得壮。这样菌带出饵早，分化快，产量高，抗病力还强。二亮，哎，我碰到啥时候弄的嘛？这是风娃给弄的嘛？没吧？啥没着呢嘛？真没得很。哎，这地下毛我最最是干啥呢嘛？这是高科技浇地用的，先进的很，这将来咱都不用打水了。啊，这是？哎，对，我先进。哎呀，先进的嘛，这是。你准备种啥呀嘛？啊，小油菜、菠菜、油麦菜，你想种啥种啥嘛。啊。哎，那冬天能种啊？可以啊，要不然打着泡沫干啥？现在都是冬天要吃西瓜，就是这嘛。啊，就是。我们也能种不？你一起种嘛。哎，对着你们，咱一起嘛。没问题，咱兄弟俩一块种。我跟你说，风风娃这一套我都学会了，将来我教。呀，好着呢嘛。就是人家有专家呢，对不？一起学嘛。啊，不是，你们弟兄两个发财，把这好事儿把我也应上嘛。咋了？你也想种菜？肯定的嘛。你我下南公鸡不养了。种菜跟养鸡不冲突啊，菜要是种烂了，我回去还能养鸡呢。能成，我这没问题，你到时候给风风娃一说，咱都一块儿弄。好，太好了，这太好了。你看，随便看。哎，卷，对，顺着这边菜吧。好，刚刨过的。你总想我是这面菜。这边也行。哎，刚刨过的。真是先进啊！这是好，这可以。好了，到了。嫂，哎，这就是你说的那片地。哦。我的妈呀，这得多少亩？一百多亩嘛，一百多亩啊！嫂，就咱这几个人，咱我能弄啥时候去啊？呀，行路靠走，干活靠手，光靠嘴，啥也弄不成嘛。再说了，人家愚公把山都移了，那平平地怕啥呢嘛？对不？咱俩干活了，啊，干活！弄。哎，这都是收我河滩地，啊，这全是石头嘛。呀，石头弄早了不是河滩地了？啊，你这不是哄人呢吗？少说话，干活。哎，我在高峰那儿，还有那个村两委那儿都了解过你们的情况了。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，就是想问一下你们，有没有入党的意愿？入党？这么当然有，当然有了。我们一直都有这个想法。真的呀？我们之前跟叔和叔说过这事，但是后来水泥厂关了之后，我大就病了嘛，他大也是欠了债，我们就没有心情想这事了。后来不是把木耳又种上了，我们就忙起来了，把这次就一直耽搁到现在。那你们种木耳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种木耳不光是为了赚钱，我们种木耳想的是，我们能带领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。就是嘛，还能实现一下我们的那个自我价值。好的很。你看啊，你们刚才说的，不管是从思想上还是从行动上，
其实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党员的基本条件了。那如果我和高峰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，咋样？耗着你吗？那当然耗着你嘛。俺俩一直想到工作队去寻你，就怕你忙。是这，你看，现在全村人该帮扶都帮扶了，养鸡养鸭，就剩我俩，我对着你嘛。俺还欠着外债呢，主要是。我知道是。其实俺工作队啊已经想好了，俺们觉得啊，你还是跑货运。我跑货运不成呀，我头一回开车都撞人赔钱了，二回还弄这能成吗？走，你上回出事情，我是因为车不够及时保养。你想，你我车买都是几手的，你成天来回跑也不保养。咱现在有经验了，对吧？咱下回注意就完了。我觉得你说这话是对的。啊，对的，你又对对啥着呢嘛？我头一回撞了车，钱都还没赔上呢，这拿啥买车呢嘛？白松，我这回过来要说的重点就是这个。咱国家对于贫困户有无息贷款。只要你们愿意，俺工作队就可以申请了，你就可以直接拿这个钱买车。那我肯定干的，现在就看你元宝手了。兄弟，你咋想的？媳妇儿啊，商量个事嘛。哎呀，俺真愿意你说。今天，咱们这片干嘛？那一片啊，哎呀，差不多呀。哎，我感觉还有90%吧。哎，这不是就是吧？这家伙吓人你。哎呀，这怕得弄到我30岁。你现在多大了？我现在25。